放心啦，你无看到，我都是白粉，钓鱼啊，我全科的啦，钓鱼我嘛袂漏开。领导，领导，再活，再活。放低一点，放低一下，对，不要有没有动静。哎，这个浮标呢，它下去之后你再拉，能懂？栏杆再拉，因为如果你是钓沉底的话，在底部那边的话，它必须要有一个拉力的感觉。台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脚。欢迎喜欢钓鱼朋友，跟我一起去钓鱼，帮钓鱼很大，赞啦、啊！